福兴金铺。福兴金铺喺1908年开业，系大街现存历史最悠久嘅金铺嚟嘅。店铺系楼高三层，除咗底层嘅门楣上方书有福兴金铺呢四个大字之外，第三层嘅建筑南面亦都刻有店铺嘅名称。呢一个系旧式店铺外墙常见嘅标示方法。店内嘅装修几十年如一日，保持住一个古朴嘅风格同韵味。浅黄色嘅铁花背后系制金工厂。昔日店铺喺买咗金条之后，会喺工厂里边进行加工，制作金饰。最高峰嘅时候，打金师傅系有6至7个，分工仔细，负责唔同嘅工序。而家金饰嘅来源主要系买入成品，款式多样，系以服务本地嘅客人为主。